170。一八。你说你们是搭到史努比班机？不知道还是单纯只是史努比机票？史努比机票，对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，太可怜。只是纪念一下，说我们有史努比可以选，下次记得要买贵一点的。其实我记得他是要有那个才会给，对吧？他才会给你有的，然后嘛，我就不确定了。六 A 六七六，黄牌六七六六五，我觉得都太太现实了。要挂进去啊，就跟着走，就把行李丢进去，会要拿你的护照跟你的票，然后来印一张，这边要靠口袋。关了什么？而且放了整箱。哦，这边要问一下，但是要问一下那些东西是什么？哎呀，不知道的东西他就问一下嘛。太够就是。腌萝卜。对，腌萝卜也很重要。对。对。那录。我讲中文就讲。现在好像听说会觉得需要。他太得是那样。他说知道你怎么讲。我很怕他问我。因为我要去买东西，我一定第一个就讲。他太得是那样了，他就是啊。不是早安了，就不是。他也是早安，不是太贵了。对，早安是哦嗨哟嘛。然后还拿一个超大的。我65D，上去就换位置吧。65D，我是67E。我66。对。那就大家都不一样了。不知道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这一排大概都在一起。好像只有。就两个十家族。三个。一个十个，一个四个，一个八个。四八十，然后再加上阿伦。一个真的加上一个七。先跑去摸摸，问说有没有张伟，摸摸跟你说有。
看躺到另外一个头发，他说没有，这个皮。早上之前换多了一点，好像也两个人。还好，你吹电是加了汤的，怎么样？对，我跟他讲应该16差不多。耶、yeah. yeah. ！要带龚医生出来。你要看一下龚医生。不要说，他没有说。没有说爽。这是包包而已。有人手机吗？有啊，真的假的？雅婷都没有在看，你花很多时间呢、欸。对啊，边剪边看，边看边剪。那、啊、为什么额头红红的？雅婷没有跟我讲。印度人、啊、都不讲价。这个是早餐，怎么看起来像正常食物多了？早餐。吃早餐喽！耶，我要喝汤。耶。你是就是之后老了有东西看。变胖吗？变胖吗？不是，我说超一直拿下多长相这件事情。这是记录吗？那爸爸嘞？哦，是啊，对啊，没事没事。因为我才进去干嘛？那因为他说第三区，我就进去过。哦哦，进去以后就不能到人了，就进去干嘛？你这么晚进来干嘛？坐着睡觉啊，就看你睡觉了。我不会睡觉，我不会睡觉。你根本没有鞋，没有地方放你的鞋。先去再换位置啊，就是再换位置啊。我觉得飞机上那行李耶，好吧，飞机上留下来。没有这个饮料，这个是怎样的？哈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所措，想喝又尴尬。啊，我这袋子嘛，你哇。带错了，泡茶，喝茶。看不到，后面没有人。对，感觉超远的。对啊。最后面。同一排，但是最后面。最小班的，爸爸就来这里，来。
谢谢大家的通宵记得哦，拜拜。到日本哦，感觉。不会讲话，特别的感觉，真的、哦，没有特别日本的感觉。你有什么？我觉得蛮日系的。我们刚到新千岁机场，准备去找行李箱。没什么高科技，但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。哦，升到行李，自由新政机。跟人家分享的费了，那个比较多。来日本喝养乐多，可是他是刚出睡眠，你可以多喝一点。日本超多这种，这两个也好，多鱼寿司。我们最后一天不会再回来了。有时候如果从这边进驻，你会看到，那个战斗机这边飞来飞去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这个地方哦，它以前呢早期哦只住一种人，叫原住民哦，叫爱奴族啊。日本人是从明治过后、哦、才往从那个本州往北海道这边开发。好、哦、啊，一开始最早是去函馆，函馆我们这次会去哦，然后呢就往上方开发，然后开发来到这边哦，他就看到哇，这里怎么有一种鸟哦，非常多哦，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命名叫做千岁的。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鸟？菜鸟。到新千岁机场有什么感觉？觉得离开小孩很开心。哦。五天。小孩之后会看看呢、欸。六年前来过新千岁机场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哦，六年就不记得了，记忆力这么……从少女变阿姨了，但忘记了。哦，徐伯伯，不是没什么感觉。哦，对，我们台湾多大，大家知道吗？对，3.6万哦，36000哦啊，北海道8.3，所以大概是两倍台湾再多一点哦，那么多哦，2.3倍左右。哦、所以你看台湾绕一圈五天，你要把它干掉就有点困难。哦啊，日本哦，北海道这边哦，就是你五天哦，大概只能走一小区了。
哦，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地图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是整个北海道的地形图。它通常分两种行程哦。如果你以前就来过北海道，通常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往这里走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往这里走的。哦，往这边走的话，我们就这次走这边哦。这个叫俗称道南行程。哦，往这边俗称叫做道东。可是它实际上它的行政划分不是这样的，这一区叫道南，这一区叫道央，这一区叫道东，这一区叫做道北，没有了，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什么？没有道西啊，没有道西，哦，对对啊，道东哦，如果你以前有来过哦，那个或是有看电视啊，你发现往这边走哦，它有一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叫做代广哦，它有一种东西非常有名，你们这次要来北海道之前，是不是亲朋好友跟你说来北海道一种东西必喝？还有一种东西必吃，有没有？要不，没有人跟你讲。牛奶。你们都没有朋友了吗？对，就叫你要喝牛奶，有没有？喝牛奶。哦，北海道全日北海道最有名的牛奶就在这边。哦，它有一个叫石胜川的。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便利商店啊买牛奶啊，哦，就去找什么石胜这两个字。啊，如果找不到石胜怎样？就不喝了吗？找不到石胜要怎么办？就找三个字。哦，找北海道，对吧？如果对啊，这是牛奶哈，因为它这边哈，就是牛奶的质量算是全日本最好哦啊，所以你们如果要喝，饭店通常会有啦啊，平常要自己喝，饭店是早上才会有啊。如果平常你要喝，你就去便利商店买啊，牛奶很便宜哈，买那种大瓶的才多少？它大概200块日币上下，看你买哪一种哦，就各种品牌会有一点点价差哦，很便宜哦。对啊，这个是石胜这边哈啊，再往里面走哦，就是有一个原住民的大本营哦，阿寒武这里哦，最有名的是这个往上走，它有一个往走，有没有看过哦？那个就是每年冬天的哦，那电视广告打很大哦，是那个溜冰船，有吗？我们台湾是叫做破冰船啊，日本是把它叫做溜冰船哦。它就是北方哦，这个叫鄂霍次克海，它会有溜冰哦，从那个俄罗斯啊、黑龙江那一带哦啊，飘过来哦啊，日本人哦就开着船哦，把那个冰啊这样撞出去哦，在外面绕一圈这样。然后那个冰上面就有很多生物啊，有时候你会看到海豹啦、狐狸啦，不过那个比较罕见啊，有时候会看到的。那个第二胜的湖泊就是这个西口之口啊，大概到那边大概40分钟的车程。你们去那边就我们第四店的话就不用特别再绕进去哦，因为那边地图上看起来好像是顺路了，可是其实它要走进去这样子今天就因为今天也没什么行程那个。只有一个展望台，洞爷湖展望台所以我们待会先去这边先去这边。我手册好像没有发给你们，忘了因为对一个替尔来说是很残酷的行为。不过除了这种状况以外那一间我觉得它是黑心企业，因为北海道有两个地方都有企业，一个在旭山旭川的旭山动物园那个地方一定要下着大雪，然后地上铺满了一整条雪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放出来。那边是两星期哦，企业就一年就大概是走了几回而已。这边的话是，只要不是刚好反过来，很热的时候才不放出来。温度太高的时候它就不放出来。不过前几天都还有，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了。有人们知道是干嘛？这个叫沙箱，防火，灭火器吗？对，对，跟雪有关，就是防滑的哈。像全日本都有可能会下雨嘛，下雪，可是你在京都、大阪，因为那个地方偶尔一年都下个一两次了不起，这个地方是每年一定下，而且通常下超大，所以在京都、大阪还偶尔下一两次，所以他们是用化学物质降低那个冰点，这个地方它没办法嘛，它每天放那个雪还是继续下。所以呢，就只能尽量防滑。所以通常路人怕跌倒就抓一把，然后撒在上面，就比较不会跌倒。还是会跌倒，还是会的啊。前方有一个红色的桥，我们可以从那边下去。看前面这边它有点像海，非常大大概有10个日月潭这么大吧。最大深度就是360多米。对，日本人会在上面。你看，今天他们在玩水上活动，可能立桨那一类的。刚刚说，如果你想要吃东西，有没有看到右边那里有一家，他们快打烊了那一家就是跟我们台湾人还蛮好，他要写一个台日看到台湾人，他就会特别招呼你。
哦，而且老板娘还蛮漂亮的。谁的？我们往重点。好，我们去看老板娘。你们是不是开始好奇老板娘是哪一个人？漂亮的那一个。不漂亮的。站着，然后用那个夹。他快打烊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先点一点好了，不然的话我会建议你们下去再上来买。他剩下一点小东西，也有也有那个马铃薯，马铃薯起司。你俩有兴趣吃东西的在这边先买一买，然后等一下再下去看。开一个包裹店两亿呢。对呀。摸清楚，看，秘密快些秘密，快些。你要有，老板娘说，便宜的都没有了。回老台，马铃薯跟什么？鱿鱼扇贝。烙一句上次，薯片不是你们都烙更多哎。老板娘，酱油瓶，汤煎一百。再来一杯，对。一二三，你要一个人。要不然就买串几个啊？好在那里吗？都可以。结果大家都没有爱走。在。刚才在新宇上面没有吃到梦寐以求的牛肉。对啊，我们下次上飞机前先给他订啊。不是下次，就是后大后天，五天后。空姐有跟我说，他说下次叫我们先订。还跟每个人这样讲，可恶。他说对，很高兴，我感觉到。在向我们求救，然后我们还一直看着他。大家什么？在叫，鸟在叫。会不会乌鸦已经不叫，都是人在叫？真的是鸟跟人都有在叫。会不会乌鸦已经不叫，然后听到下面一群人在叫？想说奇怪，为什么？我都没有叫，怎么一直在叫？为什么大家一直在乱叫？你们里面都在乱叫。我就已经没叫了，怎么有人在乱叫？不要叫了。不晓得乌鸦在叫，还是人在叫。其实乌鸦已经走很久了。不要叫了，叫到人在叫都很像乌鸦在叫的。乌鸦回家很久
乌鸦会攻击人呢、欸，下来了，两只，要不然就是要来啄你。对，它会攻击人哦，对。其实仔细闻，它比较像是某种植物，不是尿骚味，它只是很像而已。但仔细闻起来就不是了。我们时间也快到了。被乌鸦逗笑了。哦，他关门了，他关门了。就是七八月，他自己的。对啊，避暑避暑啊，对，他舒服。对啊，避暑啊。可是乌鸦很多哎、欸，晚上睡觉很吵。晚上他会叫吗？空气都很好，尿骚味。刚刚是尿骚味，这边比较好了啦。这边没了，这里没了。好吧，这边比较好了，这边没有了啦。这边今天没有了。会不会结果真的是尿骚味？应该不是，感觉是那个地上。对，我觉得，对，可是你看这边就没有了。我觉得那是植物，植物的味道。应该就是刚刚说的。哎，大家都很准时，为什么？就是北海道才有的便利招商，叫做 Seiko Mart， 里面有卖很好吃的养乐多。阿万歪一千，我完全叫他亲自来试看看有没有很好吃。你没听过长条会打呼？好，你那个喝一顿都没有用。
刚加热。还热饭？饭是有算好已经坐下来了，那个摆盘，好啊，内容物其实都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这个哦，像日本的料理不是有登陆世界遗产，就是因为这种东西，哦，啊，就是每一个哦，就是一点一点点饮食均衡，然后不就是看起来有点华丽，但是又不会铺张浪费，啊，通常洗碗会洗得很辛苦。对呀，对呀。啊，怎么吃呢？哦，通常建议哦，你把生鱼片先吃。好，生鱼片。那生鱼片哦，如果不敢吃生的，你就赶快那个陶板哦，拿放进去哦，给它稍微加热一下。只是开那个要小心哦，那个有点烫，我要拉那个铁盒，不要烫到了。老师，翘脚超爱吃生的。然后放进去先吃，哦，生鱼片啊，进的淀粉类哦，从小就吃的那个。啊，不过看你习惯，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哦。很好吃呢。很甜，对，很好吃，就是不怎么样，咸哎，感觉怪怪的，颜色太奇怪了。而且很咸呐，这个腌制的，我讲，每一只白子，一只很咸，然后一只就是舍不得不吃，不咸，还在吃。这一个很好吃啊，不要吃一节，很咸，这种很咸，因为我觉得咸里面一点咸，然后那个锅里面很咸。大家的共鸣。不要没事，我很好吃，可以吃，这个很好吃，我觉得。配饭很好吃。哎呀，谁的？我这个是新鲜的，没吃啊。那好像跟年轻人玩，人家真的完全不同。新的，还是有关系吗？我们他已经心里很慌了。为了家庭，待会到五天晚上，对，马上就老开始发抖。台湾风，盐，只看得懂这几个字。我跟同事安全蛋可以叠这样。台湾风，盐。这边的分析了，我就喝喝看呐、啊。你还有睡眠障碍啊？我喝喝看，帮助睡眠的有很多。对，帮助睡眠。我没有带雨伞，没有雨伞吗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借伞。那个下大了，雅婷的伞，等一下给你。
间很旧，他就把它换掉了。可是你们那间好亮哦。早上的景色很不错。对耶，它两个人真辛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饭店。大烫死。会不会原本是白色的，然后大家摸成这样？快消掉了，手烫。手烫。我开始洗手。那我开水龙头，开热水不就一样吗？看我。我水龙头开热水不是同一个意思。在他的附近看，这样子，哇，那个床很大，可以站很多人耶，可以站很多人。很多人的那种啦。我告诉你，一层都没有，大家都跑到楼顶上。那香根也是这种光床。哦，香根也有去啊？对对对对。哦。对对对对，是这种。哎，这边也有这个气啊。哦。刚刚那个是告诉你要放的，那个是释放的。太快了。它好像有延迟哎。这个没有像台湾那么大型啊，小小的而已。这个是每天这个，那个小小而已啊。坐船的还要等很久，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了。他去下个地方。坐船的走不了。还有吗？对，没了没了。下个地方。啊？下个地方是哪里？大家用热烈的鼓回家。我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等一下了。亮亮，这句话。对，还有一个开过来了耶。对，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船。它也是船。好，这个有人超船，现在你不要看我这么近，那边一个，他们要逃避那个水上面的要晃。哎，丢了，又没了。对，他有注意的。他现在可能要移动。那你想睡觉的时候，你又在那边。没了。床还没回来，真的，真的，在水面上啊，脚地上，我一直在想，是哪个地方？哈哈哈哈哈，从哪里放到哪里？慢一秒，对不对？它就两百多公尺这样子。
我跟你讲，我都看到。我看一下吗？好香好香，你等候。啊，没什么差。请问一下蔡小姐，你觉得这个烟雾好看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满分10分，愿意给几分？6分。六分。请问这位许小姐从台南来的，好看吗？不要说台南来的许小姐，台南来的许小姐，满分10分，你要给几分？5分。为什么少了一分？5分是好严重，没有及格的原因是为什么？节奏太慢。节奏太慢吗？对。那如果他一次把它放完，你觉得会很精彩吗？一次把它放完，然后一次看完，哎，精彩结束，你觉得很好吗？哦，所以简单说就是你看的不耐烦了。你们大家可以换个角度，那个在船上的可能没十点回不来。对。请问来自台北的龚小姐，满分10分给几分？我对日本有滤镜，9.9。9.9分。为什么少0.1分？接近。9.9。9.9，好吧。嗯，请问一下，来自台北的杨小姐，这个烟火满分10分给几分？9分。九分，为什么少了一分？啊喏，不用讲日文。啊喏，好，没关系了，时间到了。8点半出发。王建玉吗？古城康体所。好了，晚安，明天早上起来。好。7点就过，早点睡觉哦。没问题。谢幕有2张床，每个人都过来看，全部人都没有床可以睡，而且还2张。我们现在是床铺富翁。